处于主公位置的尹秀很暴躁，很急切，估计啊，是快失去耐心喽。尹秀这次重点攻击百草下盘，出腿和手臂格挡防护位置偏低，把他自己的头部全都暴露给了百草。抓住机会，我一定会赢，我才是最强者。如果下劈，就可以将他 KO 了。下劈吧，你输定了。弃百草，接受你的失败吧。头部下劈。KO 他！不对，不对！停！停！好。百草，你做到了。为什么不下劈？为什么？我露出了那么大的破绽，你为什么不下劈？因为我不想打伤你，这只是比赛。如果你下劈了，我就可以趁机反击你，我就可以赢得这场比赛。你根本打不伤我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我才是最强者，我才是。所以根本不是我战胜了你，而是你输给了你自己。红胜。本场比赛的获胜者是松柏道馆弃百草。怎么情况？怎么百草突然又赢了尹秀就输了呢？尹秀故意露出破绽，引诱百草下劈，想趁他下劈的时候呢，把百草给 KO 掉。但是百草没有下劈，所以呢，尹秀计划就落空了。百草趁机反击得分胜利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太棒了！百草，你太棒了，你输了。百草，百草，我输了。怎么，是来打架的还是来吵架的？没什么话跟我说吗？谢谢你。如果当时你那一腿踢上去，赢得比赛的应该是你。其实，在内心深处，你并没有变，你还是那个善良阳光的方廷浩。现在离开风云还来得及。我还有我没做完的事情。难道你还要继续下去吗？廷浩，你想要改变风雨，但是自己却被改变了。过去你一直都相信百草，而现在呢，你不再相信他了。风雨已经让你开始觉得，这个世界上凡事都能用强弱胜负来衡量，只有充满仇恨
才会使人变得更强。而我经历了在松柏的这些日子，却让我开始相信，爱和信任才会产生最强的力量。去陪百草吧，开心的时刻你应该陪着他。你一起去吧。请等一下。你是恩秀姐姐的妹妹。这么多年来，恩秀师姐她一直希望能打开你的心结。艳阳资格赛圆满落幕，在最后的一场比赛中，松柏道馆奋力突围，凭借长安和气百草的两场胜利，终于取得了职业联赛的最后一个参赛资格。最终获得本次艳阳资格赛 MVP 荣誉的选手是松柏道馆气百草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原武道理事会荣誉主席安教练为气百草颁奖。孩子，祝贺你。谢谢安教练。百草，我们为你高兴。百草，你在吗？我在世锦赛的训练营等你。世锦赛啊！这不仅是气百草和松柏道馆的胜利，也是百折不挠、永不放弃的元武道精神的胜利。加油，百草！不仅拿下了 MVP， 还获得了进入世锦赛的训练营的资格。咱们松柏道馆也是安全的取得了入门资格，一切都是太完美了。前几天人家睡觉都不踏实，生怕一不小心我们就被淘汰了，都熬出黑眼圈了。你看你，从今往后啊，咱们松柏道馆就是国际知名的道馆了。
再也不用担心被淘汰的问题喽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尾巴都翘天上去了。哎，法爷，我问你，作为道馆经理人，你对我们松柏道馆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呀？规划？那当然是在国际上去挑战最高难度的比赛了。放心，有百草在，咱们什么都不怕。挑战国际最高难度的职业联赛，哇，那需要的经费可要比现在多得多了。你做好策划了吗？其实一峰师兄担心的是对的，虽然我这次拿了 MVP， 可是不代表我一直都是最强者呀。以后咱们松柏遇到的对手会越来越强大的。好像真的有道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们以后会不会又流离失所了呀？到时候你这个国际知名道馆经理人，可就不只要丢脸丢到暗阳，而要丢脸丢到别说国际上喽。国际上，哎呀，松柏道馆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，那要是在我手上丢脸还丢到国际上去啊，那我扛不起这个责任的。不是这样。看，一点小问题就给你吓成这样。要是真的有经费问题，我们就一起出去打工赚钱，一起打比赛去拿奖金。如果打不过对手，咱们还有常安教练呢。有常安教练在，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强的，是不是？没有最强者，只有更强者。只要不断的努力和超越，我们就不用担心会被淘汰啊。没错，因为我们松柏都是一家人。以前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困难，只要我们松柏都在一起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怕。对，好。哎，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，秀达 ？We are family。等一下，拍全家福这么重要的时刻，居然敢迟到，又想受罚是吗？还不快来！哎，志己兄，刚才你看到那边，那不是全家福，都没有飞鱼。这不是飞鱼，这是条小鱼。是飞鱼，谢谢志己兄。玄武道馆招新了，欢迎大家加入玄武道馆，是你们学习玄武道的不二选择。欢迎加入玄武道馆，谢谢。玄武招新，玄武招新，欢迎加入。哎，这不是月光女神方婷宜吗？都成这样了，还练玄武道啊？是啊，这脚都残了，还练玄武道呢？走吧，走吧。师姐，你别难过，你的腿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哪有时间难过？现在玄武就我们两个人，百废待兴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有信心，我们玄武一定会有原来的辉煌。我们玄武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加油！加油！还有我们呢！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都来了。那我走路给你们看吧。不如带大家一起发传单吧。好啊！来来来来，欢迎大家加入玄武道馆。玄武招新，欢迎玄武招新，欢迎加入，欢迎加入。你真的不准备回去吗？真的不准备回到爱你的人身边去吗？现在不是时候。怎么？这次不阻止我了？因为我相信你啊，相信现在的你是不会变成水沉舟的，而且说不定现在的你比我和水沉舟更适合这个位置。记得曾经有一个人邀请我一定要来暗阳看一看，现在我也想邀请这个人，在实现了他自己心中的梦想之后，能够再次回到暗阳来。
回到家人和朋友的身边。陈州让你回风云，向他汇报暗阳比赛的细节。陈州看了比赛视频，全方位的细节视频。你让了长安，我都看得出来。你以为他会看不出来吗？你如果不想去的话，你可以不去。幸好你还年轻，底子好。虽然你的腿经历了那么多磨难，没想到术后恢复的还不错啊。谢谢您啊，医生。不过还是要注意，一年内不能进行剧烈运动，要好好休养，不然的话很容易留下后遗症的。看好你男朋友啊。啊。那个百草，明天你能不能陪我去一个地方？什么地方？请你一定要来好吗？范爷。喂。你今天晚上有事吗？嗯。今天晚上没有事。今儿晚。有啊有啊，今天跟平平、英英他们。胡一峰，你问我今天晚上有没有事儿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约我？没有，谁？你就承认吧，你想约我你就直说。嗯，虽然我们俩现在还没有复合，但是你要是能给我惊喜的话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哦。有一种爱叫放手，看有情人成双成对，真虐单身鱼。飞鱼的春天何时能到来呀？有些人是挣扎在记忆中的悸动，有些陪伴是回荡在心头的温暖，而他终究会选择
青春珍藏版之后，旋风少女第二季大结局。经历过别离，舔舐了伤痕，这个夏天仍然向我们回报了阳光与微笑。而难能可贵的是，松柏和小伙伴们一直都在这里。松柏道馆全员集合。无论梦想走得多远，这里都是我全体开始训练最初相遇的地方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？什么钱？美金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可不认识。麻烦你1块钱人民币。麻烦开门，我要下车。师傅，我一块帮他刷了。可以啊。好，行了。谢谢。教练，很高兴您能来到松柏。常安教练，您是为了考察我们的水平，所以训练的比较简单，对吗？你觉得我训练的太简单了？我的训练可以不简单，只要你们能够承受得了。俯卧撑500个，蛙跳1000个，跑步10000米，如果是出于训练的目的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我们都可以承受。但是如果因为其他，或者是因为我对您的不尊敬，那么我向您道歉，请您不要因为我影响到其他人。你有那么重要吗？你为了那个若白，即使没有希望也要参加世青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就请你让我看看，为了那个若白师兄，你究竟能够承受多少。白草没事吧？白草，白草，你没事吧？陈教练的训练方式真的太坑了，好歹是个女孩子嘛。就是，就算小草的腿再怎么天生神力，也经不起他这么折腾。那你赶去跟长安教练说，让他们对我们百草温柔点。是为了训练我的判断和观察能力，即便对方的腿法再眼花缭乱，我也能够看得清楚。您的训练方法看似都不合常理，其实都是有深意的。长安
教练，谢谢你。继续努力吧。来，嫂子，恭喜你啊！大家一起干一杯！谢谢同学们。要谢谢百草给我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，来一起谢谢百草。只要你还需要我，我永远都会陪在你的身边。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我看你喜欢木雕，就找了这块木料送给您。给我这块木料的大叔说，这块木料不软不硬，特别适合雕刻。您闻一下，还有股天然的香气呢，对吧？这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好东西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不太懂。那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你来找我到底想干嘛？教练，我想继续训练。那你到底能不能忘掉那个人？你算了吧，往后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训练上，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你能做到吗？我可以。我的训练可是很残酷的，如果你能完成，就可以成为优等品；完不成，或者出现问题。你就会成为次品，被淘汰，能接受吗？能。那你可以走了。那明天的训练我们会准时开始，如果你敢迟到的话。我一定不会迟到的，我一定好好训练。谢谢教练，我先走了。把东西留下。这个不太好，我拿到好的我再送给您。我说留下，我要亲手把它给扔掉。教练，再见。
这个叫做滚轮训练，能提高旋身能力，但它对身体的承受力要求比较高。这个转下来不会晕死吧？应该不会，会直接吐死。真的没人敢试试吗？教练，我想试一下，因为我要得暗阳战的冠军。拍拍草，拍拍草。无论什么样的训练，我都要尝试。太危险了，百草。好，安静。住手！你就是这么训练的吗？啊？长时间的高速旋转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？你不是不知道。百草，怎么样了？你已经害死这么人了，你还想害死百草吗？百草，我刚才去长安教练房间找他，他不在啊。他不会是昨天跟廷皓前辈吵完一架，一气之下就走掉了吧？不会吧？他们两个吵架了。教练关机了，我去找他。教练，长安教练，教练，您的腿没事吧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找您回去啊，您突然不见了，大家都很担心您。会有人担心我？嗯。大家不是更应该担心你吗？担心我？担心你会不会被我的训练惨无人道的折磨，从而伤害到你自己。你的廷皓前辈不是说了吗？我是个魔鬼，有着不管别人死活，只管输赢的铁石心肠。教练，您不是那样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是因为你现在还需要我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我能帮你打进世青赛，能让你见到你的若白师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对你还有点用，对吗？教练，您为什么会那么想？世青赛的事情，我想方廷皓可以胜任。长安教练，我不管您跟廷皓前辈有过什么争执，我来找您回去，不是为了让您训练我，也不是要让您帮我拿冠军，我是来找您回家。你也知道，我是一个孤儿，现在松柏就是我的家，松柏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家人，你也是。你在这里稍等我一下。啊，麻烦您给我来一份。
谢谢你了。不是告诉过你，让你在原地等我吗？啊，教练，先吃点垫垫，要等我们找到旅馆才能好好的吃饭。谢谢教练。啊，你是笨蛋吗？这么烫就一口咬下去？好了，吃吧。谢谢教练，把包给我。嗯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教练，我力气很大的。把包给我。真的不用了，你腿还有伤呢。说了我来拿。真的没关系。有我在，这些事情不用你去做。不知不觉就待了这么长的时间。可现在，我却非常希望时光能永远这样的停留。白草，白草，白草，白草。没事，刚才有点头晕。白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人啊！不要再打了，别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松开！天浩前辈，你怎么来了？再不来还能行吗？赶快放开他，百草刚才晕过去了，他现在需要的是安静休息。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放开他。我喜欢百草，我不会让他受到一点点委屈。不像你，天浩前辈，自始至终我就对你没有其他感情，而且你误会我跟长安教练了，我跟长安教练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前辈，
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他不喜欢你，你没听到吗？他只把你当成是朋友，把你当成是照顾他的前辈。方廷浩，你到底是真的听不懂，还是在假装听不懂啊？给我离他远一点。这是我跟白嫂之间的事情，你有什么资格挡在这里？我是他的教练。我也是。吓到他了，知道吗？啊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！够了！廷傲前辈，谢谢你一直关心我，帮助我，你是我敬佩的人，也是我崇拜的元武道前辈。我一直特别珍惜跟你的友情，可是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。跳动，慢慢。
但是又有点不安。若即若离，你在远处静静等待着谁呢？看不清楚模糊眼眶。如果可以知道你去的地方，是不是一切的愿望都可以渺小到看不到？如果可以看到你看过的季节，是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可以跟随节气而变化？长安教练，等我把地擦完就去训练。现在已经晚上11点多了，而且今天的训练早就结束了。哦。哦，对了，这周应该是秀达值，怎么会是你打扫？是我从秀达那儿抢的，我答应把旋风下批交给他，他就把值让给我做。你喜欢擦地？是啊，看到自己擦过的地一点一点变干净，就特别有成就感。而且擦地还能让你心情变得很宁静，让你忘掉一些伤心和烦恼的事情。这个有用吗？要不我也试一试。嗯。果然像你说的一样啊。我说的对吧？嗯。白草，是。你明天晚上有时间吗？有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明天的特训跟我喜欢吃的食物有关系吗？我问你什么，你只管回答就好了。我喜欢吃牛肉面。那除了牛肉面呢？我什么都喜欢吃的，我不挑食。教练，你去擦那边吧。